我是不远万里抛夫弃子来看你的。我是专门演唱会来拆散家庭的吗？把我儿子也带来了，我儿子现在在宾馆里面。啊，你把孩子丢在那儿啊？希望你能再次回来武汉，好不好？我带我的孩子来看你。啊，请问一下，现在有还是还没有？有，还在酒店一个人。啊，你把孩子丢在那儿啊？没办法，我要看你、见你、爱你。请问您的另一半有来吗？没有。对不起，我把你们家拆散了。我是不远万里抛夫弃子来看你的。我是专门演唱会来拆散家庭的吗？你老公在老家里啊？对对，他工作有点忙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。谢谢你。把我儿子也带来了，我儿子现在在宾馆里面。啊，怎么跟刚刚妹妹一样？我下次用一个游乐园区，让小朋友就寄放在那儿，然后我们去唱演唱会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，明天预产期。明天完去生娃，真的假的？你明天的生娃娃，现在看我的演唱会啊！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。你看得到前面他们举的那什么牌子吗？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。明天预产期，明天完去生娃，真的假的？你明天的生娃娃，现在看我的演唱会啊！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。我只夸张了一下，还想是十天。再一个零哦，吓我一跳。就是小齐哥见证着我们每一个阶段，特别幸福，特别开心。请问那个老公哦，平常有没有唱我的歌哄哄你啊？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是用了那个小齐哥1000张的拼图、那个、等一下，他求婚用我的照片啊？就是有1000张你的头像拼成的我的脸。哦，这老公太好了。老公，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？你在拼我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？他一直都说很喜欢你，是吧？谢谢。然后我就想，既然他这么喜欢你，那我就用你的头像，然后拼成他的样子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，爱真奇怪，来来。